坚持下去，你自己的梦想是什么，对运动的执着是什么，不管结果怎么样，拼。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是落在后面，当我们的心同在一起的时候，你要做任何事情绝对没有问题。毕竟我们现在在追杯数，我绝对不能少一分，一分都不行。全明星到现在接近尾声了，很多的悸动是别的地方体验不到，一条心的感觉，为了运动去付出，就是很棒，很值得。只剩下几次的比赛，我现在就是要蓝队赢，我不想再输了。既然都付出这么多时间了，我们当然是想要总冠军。不能辜负皮克教练对我们的指导。好，我们要拿到总冠军，好不好？好，准备了，蓝队，不用弧线，远的弧线，蓝队进攻，第一秒。记者，你们的期待是什么？为自己拼一次，好不好？这只是一个比赛，但是是大家的人生啊！这就是比赛，这就是战斗啊！哦，比赛开始，红队这边的首战上风，蓝队已经有人全部倒地。只剩下几次的比赛，我现在就是要蓝队赢，我不想再输了。既然都付出这么多时间了，我们当然是想要总冠军。去比拉瓦声响起，第二场比赛开始。撑起来，坚强起来！自己内心的渴望要带出来，不能辜负皮克教练对我们的指导。好，我们要拿到总冠军，好不好？好，准备了，蓝队，不用弧线，远的弧线，蓝队进攻，第一秒。那个藤球嘛，马来西亚蛮出名的一个运动，这个一定要上场吧？这个我们的东西哎，我先想一个稳球，哇，漂亮的杀球，非常非常挫折，会踢足球和会踢藤球，这是两件事情，蛮有难度的，不是三四天可以练起来。来了，先顶高过网，再被顶，输人不输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